全球的中文学习者们、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征，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陈天旭，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赵文书。一年一度的 HSK 短视频大赛4月19号正式开启，本次活动由汉考国际联合清华大学东南亚中心、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、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共同举办，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你们的精彩投稿了。我们非常期待您的精彩分享，期待通过镜头看到大家的精彩生活，让我们在2024年的国际中文日相约，与中文为伴，腾飞逐梦。与中文为伴，腾飞逐梦。与中文为伴，腾飞逐梦。